你好，我想买个手链。手链啊，有没有？古法的。我就要你们那一个珠珠，一个珠珠那个，对对啊。这边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样的。啊。喜欢哪个拿出来给你看一下。行，哎，我想要，哎，你这样是小的，这样是有没有那种粗一点的？粗一点的。就是上面带个莲花这样的。有，在抽屉里边，抽屉边有个稍微大一点。就是稍微粗一点的那个，这个太细了。这个刚来了个新款。嗯，这个还没上棍儿，这个啊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给姐过生日吗？选个生日礼物呢、嗯？对，真有心。这个多少钱、啊？给你算一下，11085个。一万一千零八十五。一万一千零八十五。嗯，这个价位可以、啊。行。可以、啊。可以。好，那这个。给我包起来吧。好，行，这边交钱吧。嗯、好。11085哈。11085。对。对，好。下一个。行，好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后面加微信吧。啊？加微信吧。行。后期要是姐不喜欢了，也可以换款。啊，行。来，你加我就行了。这个。对。好嘞。提前祝姐生日快乐哈。啊，行，好了，谢谢哈。不客气。好，拜拜。有其他的不需要了哥。嗯，不需要了。好。好，拜拜哈。拜拜。嗯。哎，安姐啊，刚才上万达逛街去了。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哎妈呀，去万达逛街自己啊？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自己逛街啊？对啊，这个闲工夫啊。你先坐会儿吧。我一会儿。有客。好，你先忙。好。哎呦，还没到水喝吗？我不渴。没工夫招呼你啊。嗯。你去万达买啥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看。好吃吗？招金银楼。对，买什么金子、啊？那银子、啊，嗯，一看这个名儿就是首饰，给谁买的？你看，有女朋友了吗？这是？啊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吗？这，金子都买上了，哎呀妈，挺高大上的。必须高大上，黄金的吗？那这么好看吗？嗯。啊，找女朋友了吗？我看你那个，这个，嗯，你看，跟我这一样的。看是不是？哎呀。看嘛呀，嗯，一模一样。对呀，我这是银的。你这个是莲花吗？这也是个，也是个莲花。今年的爆款就是这个。对。送给你的。啊？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嗯。哎呀，别开玩笑了啊！我可不要，还送给我的，我才不信。真的。干啥？你不过了你？啊，不过了。你是不是找女朋友了？我都不知道。啊。没有，就是送给，就是买给你，送给你的。哎妈呀，我可不要啊！哎呀，拿着吧。啊，不要！哎呀妈呀，干啥呀？这是还？哎呀，我吓死人了都！太贵重了，俺可不要。不贵重。手上有。不贵重。你不是喜欢这样的吗？黄金的吗？啊，不要！哎呀妈呀，喜欢的东西多了，不要。前两天我朋友手上戴一个这样的，然后你也稀罕了不行了，哎，挺好看。啊，喜欢自己买都行了。哎呀，你自己买就行了。买就给你买了，然后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太不信了。你扯淡点儿！我不是，你都没有钱，你还给我买个镯子？你给我买镯子干嘛？啊，疯了你！买镯子给女朋友买，给情人买，你给我买算什么？上次咱卖苹果的时候，然后我给你拿了，给大姨那俩给你拿了2万，我就感觉就是也不是很多。然后最后呢，你们这个钱呢也苹果那本来就是帮忙，没打算要那个钱呢也没要，就要了1万。然后我就这样就想，我说那个我看看从。也不少，我就说看看从哪个地方，然后把这10000块钱再给你，要给你现金或者是怎样的，你也不要，转给你你也不可能收。我说就一袋买个礼物给你得了。不要，俺不让金镯，俺不要，钱俺也不要，俺给你留10000块钱就挺好的了。这是老公送给老婆了才送这样的，你送给我算什么？你我不知道这些东西，我就说你喜欢，然后我就买给你。
你是我姐，你喜欢这个东西，那我送给你，当弟弟送给你又怎么了？你我老是往那方面想什么？我更不能让你花这个钱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等回来，你再说吧。反正我都买了，我退也退不了了，你看着办吧。退不了。退不了，留着送女朋友。过两天，哎呀，介绍女朋友介绍成了。哎呀，不用，到时候再买呗。哎呀，你这个人，你别退来退去的。我心里面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吧？心里面不舒服，我就感觉就是亏欠，这是一种亏欠。哎呀，不亏欠。我知道。这没让我呀。所以说呢，那10000块钱你不要，然后我给你买上东西就行了，啊、你也不用退来退去的拿着行了。你说一下就行了，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你的。哎呦我天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当初你要是把那10000块钱拿了，自己也能完全可以去买一个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你就说一下就行了，你不用老犟。我收下行，多少钱我给你报销。那我图啥呀？哎呀，我送你的东西让你给我报销了。哎，真不要，说不要就不要。你这个人，我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往回收的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你都不，哎呀，你说买就买来了，你说你这个真虎你。哎，我都买了，你就不用说别的了。你要是感觉说，咱以后没有必要来往，或者说没有必要，然后。不认我这个弟弟的话，那你就不用收，好不好？你看你非逼我要这个东西干啥？那我精心实意的给送给你的，你非得就不要他干啥呀？这个钱本来就是你的呀，我只不过是拿你的钱去买的一个东西，再说是我送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把钱转给你了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小孩啊！你感觉我会收吗？你给我转钱？啊，行了，别闹了，你给我转钱，我不可能要。哎，这这么地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得走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得走了。哎呀，你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不是为难我吗？你。哎呀，行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，行了，我走了啊。你看你。哎呀，你别撕吧了，行不行？